咁依家仲踩到上头，头先嗰个不知所谓规划处仲有想冻结啲土地，我霸埋啲新界啲土地，嗰啲私人土地民脂民膏，库房水浸，又唔赔钱又唔补偿，咁你我哋点能够面对我哋村民咧？翻到去，即系难怪我啲村民真系一定会出街上街噶，我知道佢哋。由刘主席带我哋，民就民斗，武有武斗，好，一定搞到成为一个革命。革命成功一定要留去，我哋原居民新界人抗英抗日都夠膽啦，濕濕碎碎嘅政府去搞我哋啲產業，點解我哋唔夠膽去搞革命去抗日咧？咁依家仲踩到上頭，頭先嗰個不知所謂規劃處仲有想凍結啲土地，我霸埋啲新界啲土地，嗰啲私人土地民脂民膏，庫房水浸，又唔賠錢又唔補償。咁你我哋點能夠面對我哋村民咧？翻到去，即係難怪我啲村民真係一定會出街上街嘅，我知道佢哋。由劉主席帶我哋，民就民鬥，武有武鬥，好，一定搞到成為一個革命。革命成功一定要留去，我哋原居民新界人抗英抗日都夠膽啦，濕濕碎碎嘅政府去搞我哋啲產業，點解我哋唔夠膽去搞革命去抗日咧？咁依家仲踩到上头，头先嗰个不知所谓规划处仲有想冻结啲土地，我霸埋啲新界啲土地，嗰啲私人土地民脂民膏，库房水浸，又唔赔钱又唔补偿，咁你我哋点能够面对我哋村民咧？翻到去，即系难怪我啲村民真系一定会出街上街噶，我知道佢哋。由刘主席带我哋，民就民斗，武有武斗，一定搞到成为一个革命。好，革命成功一定要留去，我哋原居民新界人抗英抗日都夠膽啦，濕濕碎碎嘅政府去搞我哋啲產業，點解我哋唔夠膽去搞革命去抗日咧？咁依家仲踩到上頭，頭先嗰個不知所謂規劃處仲有想動。